我们在台中市新社区，新社最有名的是什么？枇杷。不是啦，姑姑。哦，对，香菇。对，因为我阿姨家他们还有种枇杷。花海。对，还有花海。对，我们刚刚是在大马路边十二米路的省道嘛，对不对？那是算省道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大马路旁边拍了一个那个一坪20000块钱的农地，农地林地。农对林，它算林地。对。然后多少坪？307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拍的是很少看得到的农地加建地。对。这里呢是。新社的中和街五段，对，这已经算蛮市区了。对啊，真的。它前面大概几百公尺远就是那个全联，就有全联，还有那个传统市场。当然了，不是在这个大马路旁边了、是在巷子里。对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说真的，它农地加建地一坪才40000多而已。对，它总建地几坪？建地几坪呢？建地是37坪，但是呢，他有申请建筑，他已经有建筑限了。那农地的话是335坪，水电都有，有自来水也有灌溉水。然后这边基本上离全联邮局、新社国小都很近嘛，你刚刚不是有提到吗？因为今天已经算是新社的市区，而且我说真的，你要农地加。建地现在新社的话很少有建地，我们刚刚光是介绍的一般的林地、山坡地，就1坪20000。对啊，那我们这个1坪40000多。那但是我们进去的巷子很小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地主他不是给我们专线的时候，他有给我们看那个，请那个是这个吗？对，江启臣，他请江启臣来帮忙，就是把那个电线杆还有水沟盖都盖起来。对，所以到时候电线杆移除。对，所以到时候他的路会拓宽，不是算拓，也不算拓宽了，就是水沟盖起来之后路会比较大。对啊，应该是这么说。然后电线杆移走，会比较好进去。我们等一下会比给你看哪一支电线杆要移走，会移走，为什么？那一支电线杆移走的话，你出路会比较方便。就这一支电线杆。那不是电线杆，那是路灯吧？对啊，路灯啊，他是说路灯啊。哦。他是说这支路灯。然后各位看哦，我们这个车是不是要开过来这边？这个呢，这个路灯是一个障碍，加上呢，这个是几米路？这个大概两米多而已哦。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已经有清干净了？是。你有没有觉得？真的耶。真的会实施哦，不是没有哦。他弄水沟盖的。对，他准备要开始加那个水沟盖。我拍一下，很赞哎。不一样了耶，真的好干净哦。所以这边长满杂草了。对，现在比较干净。而且之前杂草长得很茂盛，是不是？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之前的照片。什么时候要盖啊？我不知道哎，这要问他。我们的物件就是从这一条路唯一的出入口进来。猫咪，哦，好多只哦！枇杷，对，枇杷，对，你新社除了还有葡萄，还有新社的特产就是枇杷、葡萄跟香菇，好啦，部分的橘子。我们的地到了。我们刚刚说那个水沟盖就是大概会铺成这个啦，是用铁板吗？不是吧，应该是水泥的水沟盖，应该是吧，应该是水泥啦，不然的话这个我们自己铺就可以啦。我们的地从哪边开始啊？从电线，对，从这支电线杆开始，从这支电线杆，它有路灯了，对，它有路灯哦，看一下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我们到那边有没有这个，有没有铺那个什么，那个叫石头，就是界限。对啊，这边左侧是我们的，还有包含那个
一二楼的那个铁皮屋。对。这边有，这是素葡萄。对。好大颗。对啊。跟枇杷也在修整呢。嗯。哇，这桂花树超大颗的。这个很多年了。这桂花树这么大。哎、欸，真的呢，我们地我那时候有打电话给地主，请他帮我把那个土地整一整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有哎、欸。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老公。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拉拉。哇哇！它这边里面可以停车。那基本上，它这个围墙是用铁皮围的围墙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多余的，因为这个会让我们更不好停车。然后呢，前面这边可以把它整成空地，哼，这样子车子进来要停，可以回，就是回转的空间就会有。所以建议啊，把围墙拆除，然后前面这几棵枇杷树把它给整平，当成空地，做一个回车的空间，使用上会更方便，开停车会更方便。然后这个是一二楼的铁皮屋，这是独栋的，四面都有采光。好，进来看一下吧，我开关我已经看下去了。这是前面的客厅。这个建物哈，基本上它是没有保存痕迹，但是它有门牌号码。对，但是这个建物是盖在建地上面，建地37坪。对，建地37坪。对，没错。然后二楼是阁楼，二楼是阁楼。我们等一下可以上去看。开放空间，它每一间房间都有开窗。对啊，因为它是独栋的。对。对，采光还。我站在这边。房间不算小，我们这个是没有广角效果的，所以就。你可以很实际的看到这个坪数大约是多少，那个房间有多大。OK。我们看另外一个房间是一样大的。一样大的、啊，所以我就。做个比，只是说它只有一片窗户而已，刚刚那个是两片窗户，因为那个是角间啊。对啊，好啊 ，OK 吗？好，好，我们看那个卫浴，卫浴有两套。那它这个卫浴啊，哈，有两套，有一套啊，哈，比较特殊的是，这个是半套啦，对，就一个马桶，然后它洗手盆是坐在外面，对，然后这里这个是全套的，可以，然后有开窗，对。然后这个洗手台在外面，半套这个洗手台在外面。对。然后当然这个房子旧了啦，所以有些地方要整修。我们看一下厨房。在这里。厨房。这个厨房有开窗。你拍一下啊，我开一下这个门。这是上去的阁楼的楼梯铁梯。好，我们去楼上看看。好，我们去楼上看看。它这个楼梯是那个，这个是材质是那个什么？铁皮，但是它蛮稳的。对，不是那种简易型的哦。它这个高度虽然是阁楼，但是它高度很够。它最高的高度是应该是两百三米。三米，滴水大概3米，三米嘛，从这里从最高的地方大概3米，所以300。好，但是最矮的地方，最矮的地方我来比比看，我来比，160，差不多，160，最矮的地方160，不止165，好了，我有165，好，好，你站那边，我站这边，看这边有多大，上面是很宽广了，对，差不多这么宽，它是一个挑高的空间，它其实夏天。阁楼这边会比较热，但是相对的，它是铁皮屋，一般有人会觉得铁皮屋夏天会很热，但是因为它做了这一个阁楼，所以你的一楼就不会那么热，因为它有这个阁楼帮你隔热，当然如果阁楼你要住人你要隔间是都可以，只是装冷气啊，夏天要装冷气，阁楼夏天上面这边要，现在台湾到处哪里都蛮热。好，那一楼就基本上是不用装冷气，除非你要住在那个800公尺以上的，有我们有物件800公尺的，有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基本上是这样喽。
好，你照一下下面这边，这样看过去，帮我照一下下面，谢谢。你看 ，OK 吧？嗯。那个空间怎么利用？那个平台？平台可以再做栏杆过去啊，然后可以当储物空间。聪明，不要把蓝台，不要浪费，切掉，不要浪费，对不对？改过去。好，我们到楼下去看，因为我们还有地方没看。小心这边哦，这边小心这边。我说的没有看到的是这边后面哦，它有一个小仓库。对，就这个。这是一个小仓库，小小的仓库，上面是水塔，农务用的。就是、那是水塔，自来水水塔。大概拍一下，这是农务用的。这个以前它是放那个农药的地方，放农药的小仓库。小心头。好，然后这边也是枇杷园，这是车院。然后枇杷园它刚好已经做好修整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进去稍微看一下。我们现在站的那个脚上踩的这个是间地哦。对，脚上踩的是间地的范围，37坪。那旁边这个没有到的那个，你看得到的那个地方，我们肉眼所可以见得到的那个，就是我们的农地。就是一直到那个围墙，绿色铁皮的围墙是我们的农地范围。对，是的。然后那个还没有修剪的这个枇杷园是别人的。对。这边。前面那里。这边是别人，我们是方正的啦。长方形的，你要走进去吗？要，进来看看了，反正他已经有修剪了。你小心哦，因为这间它的优点是，其实一开始有人以为这间不能盖所以所以屋主有去申请那个建筑限。确定有申请建筑线下来了，其实这一间我们是拍过了，只是想说这是我们的专签，然后使命必达再拍一次，如何？都到那边，就看得很清楚了。这个呢是很少见的物件，是，对，是算是不常见了，但是，比较有一些有缺点啦，但是屋主都有就这些缺点去改善。对啊，像那个刚刚进来的那个路路还有他争取盖水沟盖，还有移除那个路灯的位置然后再还有申请指定建筑线，然后让大家不要觉得说他是不能盖其实你知道吗？当初这个屋主地主他是有花心思花很多钱在这一块的土地经营，为什么？你知道申请建筑线也要花一点小钱啊。对啊，但是也要，那其实建筑线那时候有他有碰到一些问题，对，那他有一一去克服，对，后来就是有成功申请下来。对啊，所以这个不是然后他也有想办法找到江启程，透过关系所以虽然是一些很可能外人看起来是没什么事，但是真正要做起来，真正要执行的时候，还是需要靠一些关系才有办法去做。所以，这一间呢，开价开价1688，那大概现在那个新社的农地很多像刚刚我们在中和路路边，我们有一块农地要卖，它一坪开价就7万，而且它只是农地而已，就纯粹的农地就一坪要开价7万。对啊。但是我们这个巷子里面又有建地，有建地又有农地，然后又有房子，开价才4万多。对啊。我觉得这个价格还算合宜我不敢说它是最便宜的，因为最便宜的到处都有。当然你们找得到的，找得到的话，当然也可以看我的影片，我里面也有很介绍很多很便宜的农地，但是便宜一定有猫腻，一分不动产是这样啦，一分钱一分货，你要找便宜，你就必须要去接受它的缺点，然后没关系，换我讲了，好，
为什么我今天再拍一次？一定会有人认为说，哎，你不是拍过吗？怎么又再拍一次？一，这是我们的专签，使命必达。是。对啊，再广告一次。对，我刚刚有讲，我再重申。然后第二，我觉得这物件目前的话是很少见的，又有农地又有建地，很可卖。因为我到处已经去看过了，那个拍了很多物件，对我发现这个物超所值。我们绕了一圈回来，不刚开始觉得屋主开价这个会不会有点贵？可是绕了一圈回来，发觉好吧，大行情大概就是这样。对，不要不信邪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拜托那个什么六折哥、七折姐、八折妹，真的啦，这种东西物件的话要好好珍惜啦。我没有讲错。我们没有一定要我们的客户买房全部都要认同我们。对啊。那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去多比较，多比较一些物件，真的就会知道哪一些物件是你们适合的。那有适合的希望你们会来找我们看屋议价。对啊。那希望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。最近白流有很多汗水，这间真的是我们还算是蛮可推的其中之一个案件啊。是，对啊，也是又是一样，我选你苦口婆心，好来看，看完喜欢再来议价。好，那努力去你去努力。没有，他跟你比较熟。好啦，这是我的专签啦，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分享，或者你周遭朋友有喜欢的话，帮我们介绍。一样，就像刘一恒说的，我会包一个大红包给你们。对，有介绍一定是有成交，一定是我们一定会送大红包。对啊，我大概是这样。谢谢大家订阅。按赞、分享、转发，还有转发哈、啊，对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你们支持，拜拜。拜拜。